折阴，举臂，旋落，拢气，抱气，捧气，下按，举臂，旋落，拢，抱，捧，按，举，落，抱，捧，按，举，落，拢，抱，捧，按，收势，两手侧起，合抱檀中，内旋磨肋，合抱中脘，虎口交叉，合于腹前，呼吸均匀，气沉丹田，分掌下按，意注涌泉，并步还原。第十二式折阴，两脚开立，并步站立，目视前方，左脚上步，右臂上举，掌心朝前，左手掌心朝后，身体尽量拔撑伸展，右脚前脚掌着地，身体呈对拔之势，右臂外旋，经前平举，落掌于体侧，两掌心向上缓缓上抱，转掌心朝前，朝内画弧拢气，转掌心朝上松膝，至腹前内合，下按，还原。做此式动作时，上臂、上撑、下手、下底呈对拔之势，身体中正直立，松肩、落手、撤步，动作自然协调，两掌向前拢气时，动作圆活自然，虎口斜相对，掌心斜向下，松膝上抱，
至七门穴时，转掌下按，两手不要过高。左右是动作相同，方向相反。第十二式结束，收势，完整动作示范。慢动作示范，两脚开立，与肩同宽，目视前方，两臂内旋外开，至体侧时转掌心朝前，向前拢抱，两掌指间距10公分，掌心对应膻中穴，随即两掌内收，掌背贴于两肋，旋腕磨肋，随即两手外开，转掌心向内对应中脘穴，两掌收回，再次旋腕磨肋，旋臂外开，对应神阙穴，上动短暂停动后，虎口交叉叠于腹前，调匀呼吸，一手丹田，两掌分开，磨按带脉，至体侧时缓缓下按，松腕落掌，还原并步站立。